三十秒了解中村克。1994年出生，身高183公分，体重80公斤。2日本人，游泳选手，擅长自由式。3他参加过2届奥运，分别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以及2020年的东京奥运。4他的高光时刻是在2018年，他在雅加达亚运收获了1面金牌、4面银牌。5他喜欢收集香精油，有香精油王子的绰号。更多的中村克，请点置顶留言的连结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支影片再见。